几分钟了，还能请你有事情呢？妈的事情啊，你总总惨惨。你谈过你那个科技哦，昨天你用微信测量四个米的地方呢，今日你那个环境哦，不不你都发现了。哦，有一种事情哈、啊。嘿呀、啊，杨玉宽的树林里边吼，有人拿到圆圆的盘呢，下面条线都哈没地方去，看过做那测量土地的秘书呢。原来是安阳哦，太王到那边，去向太王算命。太王的树林通了，变太王，看过树林地图，有人类在测量土地。错啊，你是安尼后边最有智慧的种了，应该底下很用板型。呀，是人类最新的测量科技，那微星发射到外太空，顺着地球轨道转来转去，人类接收微星的信号以后，就做来办理测量工作嘞。哦，有暗神器啊！我头摆从来就唔是看过呢。是这个运用器，来咩模式不了解？土地公系管理大地的神，太王做来向其问清楚来。莫安尼好啦，后顺呢？你着种点水莲土，我一下就去请土天公。土天公，土天公，家家出来！吼吼吼！原来齐天大圣哦，嘿嘿，是金是金。你是凡间土地总管，像老外讲，人类已经将飞神把杀到外太空，测量安尼海外带个地方，也安用个神真好呢。哈哈哈！原来太神是问飞神天飞测量个事情，不是神，我爱慢慢的向这老人讲，首先呢，请你先来去外太空看你啊，了解飞神是嘛个东西。太神啊，李神已经看清楚诶，殿下呢给老尼讲，简单又粗又个测量知识，再进一步老尼介绍，李神很用在用阿台测量的工作方面的。土地公，我准备好好听你讲了。测量是一切建设的基础，所有的判例各方共享工程，譬如讲。河路、铁路、河坝整治、海岸线、空气、到林区、土地扩充、建物到山东街道，都一天来判理测量工作。其中测量的工作呢，又以控制测量工作是最重要的。马个是控制测量呢？政府你都规划土地的利用，来判理各项工程建设，或者厘清民众所有的土地范围。在测量以前，一定先用精密测量仪器到计算方法，测定几个基本点位置坐标。两种的方法呢，给你限做基本。控制测量，在中央防范两方面呢，做得分作三角测量、三边测量、静脉脱线测量。两条呢是一般传统体测的方法，因为测量科技进步，目前呢已经发展微型天微测量。讲到基本控制点，就测试等级，做得分作一等、二等、三等、四等，总共四级。
然后另一个字啊，嘛个是基本控制测量，还个微神天微测量的吼。哦，念落去按